主料：糯米粉200克，绿茶粉200克，豆沙1000克。辅料：水、明列子、糖、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用餐人数：1到2人。糯米粉分成两份，一份加绿茶粉和水做绿粉团，另一份加水和成白粉团。两种粉团搓成小条并在一起，分成等份，包入豆沙，做成汤篮，烧开水，水里放姜，然后把汤篮放进去煮熟，另开一锅烧水，里面加糖和明列子做成汤，最后把汤丸加进糖水里击成。烹饪技巧：水里要放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